考察行李。你等到这么晚，就是要行我好爽。嗯，对啊，个人借物件一定要行啊。不是有一句话讲，欠钱不行，搁着就无可能。对啊，是安尼讲。嗯。啊，不过落雨天哦，啊雨伞无，这是啥物好习惯哦？好，一定爱改。啊，好，我一定改。彩玲，歹势啦，我是唔甲你惊着啊。你会记得我叫彩玲哦？是啊，顶个你替我试英雄的时阵，你有讲啊？你竟然搞会记得？当然。我嘛会记得哦，我知影你叫阿辉。我叫崇辉，你要叫我的本名还是阿辉？拢会认真。崇辉，那呢？你伫遮做工课已经真久啊吼。我除了头家娘到大哥以外，应该对我上久啊。啊，是啊。那呢，我可以当请教你一个问题。这样也拄好。我冇一个问题要问你呢。你冇问题要问我？那呢，你先问，因为我的问题可能要问较久。好啊。你甲你爸妈是咪甲朱林咧参详，还是同个合约？其实主任不是歹人啦，啊，不过实餐厅内底哦，人济，但是个复杂，伊就一定爱甲规矩建立好好势，那无规团队就乱七八糟。崇辉讲规矩，敢讲林嘉宾马上是规矩？哦，看起来你应该主任林嘉宾就是假呀吼。我甲主任林什么嘉宾啊？别再假了啦，这招我有可以很多次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抓准说你跟主任林嘉宾，他就会较照顾你。你说怎么比哦，也比不过人青春少年的肉体。人现在主任就当要跟林嘉宾啊。你说主任找什么林嘉宾啊？这跟别人什么关系？把话说清楚。是多少块留下查埔囡啊？加上那一对世界十三天的主任那个家嘞 ，Michael， 上加伊带一挂着急想要出头的小官仔来开房间啦。我看迄个查埔囡啊，嘛是伊挂小官仔当中的其中一个。我煞老公伊看起来无单纯，只有经理你啊，才会叫伊骗去啊。也无骗我什么啊？那也无。啊！你不是讲伊无爱钱？我若无爱钱，那会跟世界西餐厅的主任来开房间？房间？订房间？你看清楚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富贵公家的李逍遥，高尚伟人，我讲故事要订房间。喂，你新来啊？啊，连头家阿囝都袂认识。阿先拍摄高尚伟。你的房间卡比在家？这袂当停车呢。我着去台姐，你帮我停姐。啊，你安尼啦。你是走去倒位啊？刚刚是我晚了一步。小倩，崇辉，你今日闹银行回来？我来找 Michael 了，你给我发留意啦。有啊，伊拄只带一个查埔囡仔上楼去开房间啊啦。查埔囡仔是不是差不多这么高？啊，头毛长长。就是伊啦，拄只吼我。